是下一步的感觉。我今天这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，就是 App 跟 Dream， 那跟 Dream 是吧？我叫大家。那这是我的那个 ID， 如果想要找我的话，我 Facebook 上名称是嘛，但是很多人都取这样子，所以可能 Facebook 网址后面加这个就是。好，那我先承认，就是我只是想说，一样要讲300块，可以上来讲10分钟，好像 CP 值比较高，就跟阿婆买菜也是，而且我昨天才报，一个小时前才开始，我人生中第一次做钱包，那个才开始做钱包。好吧，那我到底是谁？我是一个 coding monkey， 一般讲 coding monkey 就是会写程式，会写程式的猴子。因为其实会写程式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关系，就是有想要把它做出来的东西，然后就把它做出来，就像猴子一样。就是我不知道，好，这是一个常见的名词。好，那其实我是那个programmer， 就是写程式，有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叫 developer， 就是开发者。那一个正式的名称叫做工程师。好，那是我其他的身份，一个是因为我喜欢旅行，然后所以是，我也是就是喜欢到处跑。那我还有一兴趣是我喜欢拍照。讲 photographer 好像有点太没有那么厉害，就是只是喜欢乱拍。还有一个是那个我超爱吃东西，所以你看我身材你看得出来，超爱吃东西，所以就是喜欢吃东西可以帮我们小园这附近都超爱吃。好，那我有一个没写到，是因为这个焦点，如果觉得想要在后面加一些跟大家焦点，就是我漏写一个，是因为我是一个 music lover， 就是我是超爱听音乐，但是我从大概3-4年前就开始不听主流音乐，所以那个 Oasis 不错，不是，没有了。没有，就是我比较喜欢听，因为主流音乐因为就是大部分都可以接受的，所以觉得它比较受限，对，所以因为大部分人接受的都就是没有人全部人都可以接受，所以比较奇奇怪怪的。像我想讲一个，就是我喜欢我很喜欢听那个嗓音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。但其实沈，你刚刚提到那个软实力，其实想讲说五月天现在去那个，那其实沈凌在1-2年前就已经开始做美洲、欧洲跟亚洲巡回，那其实已经到处，他是台湾第一个就是真的去就是国际巡行的。那讲到一个就是台语，其实沈凌那歌他都是用台语写的，虽然他里面都是那个就是嘶吼声，可能听不出来，就是看，我就是跟大家交流。好，那我其实真的就是，我现在在做就是一个 app 的开发者。好，那我其实是一个 full time 的 app 的开发者。full time 意思不是说我这阵子就是做这个，是因为我的兴趣也是这个，所以我除了工作之外，我平常也会做这个。对，当然可能时间会切割一下，但是我可能也蛮长时间在做这个的。好，那我因为我是软，就是写软体，所以我一开始是学 Android， 那我现在开始写 iOS， 就是两个都会写，会开双刀。那我现在大概就是加起来大概4年的经验。这是我之前公司有做类似的。3D 的那个控制欲望，就是帮一些大厂做那个客制化技术。
然后也有做过，就是 TV Game， 就是说 TV Game 是有点奇怪，就是智慧型，那个叫什么 ？Smart TV， 对 ，Smart TV 上面游戏，这东西比较新，但是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游戏。那这个去年得到那个远传 S 4级的那个亚军，这样。啊，这是我自己的 App， 我不知道有没有用过。它叫酷乐卡，就是你有人在玩酷乐卡，它是 Android 上面就是最多人用的。那个这是什么出现？啊？这是那个开发。Nokimi 有把我的那个案例讲，拿去分享。对对对。我不知道他讲什么。OK。那这是我们现在就是公司的案例，这样。就是要全职吧，我等一下会跟大家，不要扫 QR code。好，那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可以，就是如果你要梦想要成真的话，就是你要努力去追逐它，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凭空而来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，就是缺了一个。好，那我其实是讲一下我的自己梦想。那个就是我梦想，其实就是写软体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写。就是我一开始玩接触电脑的时候，大概高中的时候，但其实小学就有了。小学就用一个叫 Basic 的语言，那它是程式语言，那它就可以让那个以前只有 speaker， 以前没有那个音效，就是它就会可以写出那个哆来咪的那个声音，但是很难听。它就是这个，觉得还蛮有趣的。那之后也是陆续接触，就是陆续就是发现自己在那个软体可以解决很多问题，所以就是利用软体去解决很多使用上的自己的需求，那还想着要别人的需求，那我就觉得哇，真的太棒了。然后后来我就接触就是 PC 的软体，然后后来就是有很多 freeware shareware， 也是。那重点是，如果我的需求是大家的需求的话，那我要怎么就是散播出去？这样就是没有很容易。以前 PC 时代就是你软体要散播没有那么容易。出现的那 App 哇，太棒了！就是现在大家都拿手机，得到救赎。我的梦想就是有终于有可以实现的机会。有机会实现梦想，当然也是随便你们去的。就是梦想是哇，超棒的，那现实上是这样。对，但是每个梦想要成真，就是你就要汗水、决心跟努力这样。那你的梦想，这个等一下我，因为时间不太够，等一下 Q&A 问一下，因为我有很多 Q&A 要问大家。好，那。其实我先问大家好了，就是你们的梦想是什么？对，有人可以稍微分享一下。好，没事。好，没梦想。好，就是我就是觉得 App 跟梦想的结合，就是Dream Smart 的这个东西，那它就是梦想拍照跟分享，因为觉得这是我目前觉得，因为你可能会想拿手机做记录啊，都是常就是，比如说我去吃一个好料，然后我就想要就是拍照，然后就是打卡，然后分享给我的朋友。其实目的只是想要说，我去吃一个好料，我就要让大家很羡慕，没有了。就是那大概是这样子啊，谢谢哥哥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呢？有五分钟的 Q&A 时间。Eric， 我不知道，算是半个回答你刚的提问的梦想是什么？因为我很想看到的事情是，因为我喜欢音乐，然后我知道前阵子有一个就是音乐台，就是他被 shut down， 因为被政府拿走。我在讲的是那个广播 DJ， 你可以自己去设定你要怎么。你的音乐播放，然后你可以自己当，就像是 iRadio 那些广播 DJ， 我其实蛮想要
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形式出来。啊，现在我当然知道是专利，就是著作权那些的东西，专利权那些，让那个网站被关掉，我有点忘记那网站的名字。反正我很想要的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宣表达自己的心情，因为我都说音乐可以表达心情，是第三语言，就是你用音乐来表达。啊，我其实蛮想看到说这种事情发生，尤其是像你现在，我现在有一个 moment， 然后我可能就是可能像 SoundCloud 一样，你随便唱几句，然后他就帮你找到那音乐，然后你再用你的方式来表达，不是只是丢一个音乐，而是再加上你自己口头的注解。我很想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可能性，做出手机上面的随时随地的一个 DJ， 自己随时当一下 DJ， 可能30秒 DJ 之类的。你其实有跟我有过同样梦想，因为我有做过一件事，就是因为其实网上有很多工具可以用，你不一定知道，但是我有用过，就是你其实可以在自己的那个电脑上面加设，那就是开一个名字给其他人用，他其实自己在电脑上放音乐，可以同时就是给好几个朋友听这样。但是因为我自己电脑其实有频宽的问题，那你讲的那个其实像类似。我没有帮他们广告，就是 KBox 他有做类似像这样子功能，但是他是给特定的，就是比如说他会找明星来，就是他负责播歌这样子。那他之后也许会有开放的，我不确定哪一种会没用。现在我也可以提供一个，就是我也没有在打广告，就是 Spotify， 他是最近。那国外最近台湾才开放。对，繁体中文版刚上，然后它蛮好玩的，因为可以以你的账号去将你喜欢的音乐收集起来，并且让相同喜欢的人听得到。对，可是我在找的是那种，我是在做吧，对，在播客以前先表达我现在的心情的那种，像是一个广平的，我记得那个被烧到叫做什么浪，当初那个也是台湾人做的，然后可能。这样听起来你是需要制作啦。我喜欢用自己方式表达，因为我不是告诉你我现在喜欢这个音乐，我想要是用自己方式来。对的。就是你听起来是需要一个平台。所以 NIU 或许可以帮助你。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呢？因为我时间关系，可能前面拖太久了，就可能。其实我只是想要讲那个，所以想要跟大家讲，就是针对梦想你的需求是什么，等一下大家可以问趁现在可以。所以，这个到底在干嘛？其实他最主要就是想要帮助你，他其实在帮助你，就是执行梦想的过程。就是可以有一个记录。其实因为我看过很多人，就是去分享他过去的经历，就是他想要做的那些事情，然后他做的步骤，就是应该说每个时间点的记录。那我们是想要有一个方式，可以让他很方便做一个记录，然后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呈现。那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，是不是可以督促你，或者是让你有一个动机，可以去因为这样子去实现你的梦想？那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方式是可以去感染别人的这样子，不知道有没有让你觉得也有想要用的感觉？没有也没关系，因为这是我想要知道的。好，还有人有其他问题吗？好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们就谢谢我们的虾米，大家掌声鼓励。